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孩子们的游乐场。那我们今天要玩的是那个幸运轮盘。这个轮盘的气球上面破掉的人就是输了。右边，两次，呜，哇，没事。好，换妈妈是几？对，呦呦呦呦。怎么一直是我？怎么这样啊？哦耶！怎么一直是我？要三下，一，五，二，三，哦耶！啊，又转回去，又转回去。两次，开枪，对啊，开一下。哦，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变？呜，真是。啊，气球输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是皮卡丘。哈哈哈哈哈！不用，四。两下，中了！两次都是我，四次，四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两次。女士老太婆，我一定会赢的，耶！换你台了，三、一。我最多分，因为我最多颜色。两次，呜呼，呜呼，你呢？哇，又转回去。三一，好了，好恶心，我了。带着节奏的弹，啊，四次！哎呦，刚刚没有出现过四次的，就是呀。我不是三就是四啊！我出现过四次。一，啊！这也是二，也是三。换换换，中间呐，不要这里啊！在画下巴，在画什么东西啊？到底有没有？都一点一点的，画一点点而已。对啊，那我们现在最后一颗哦，在这一颗完以后，干脆来玩画画大赛好。那怎么又回来换我啊？又回来？哦，不要！不要耶！换妈妈了。哇，三次。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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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我们今天来统计分数吧。好，今天爸爸得五分，五分。哦，托罗得到一分。哦，妈妈的脸，我看一下，得到一分，两分。所以今天算我赢吗？对，没有是我。所以今天的获胜的是阿特拉。那这个喵喵喵超好玩的，请问今天这个游戏好玩吗？好玩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玩画画比赛好了。好酷啊！笑死！啊，你有说玩玩玩？今天的画画游戏好玩吗？好玩。画脸好玩吗？好玩。画自己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你订阅和分享哦，拜拜，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